大家收到嘅花材可能喺沉睡状态中，记得尽快帮鲜花剪脚养水。几个钟头后，鲜花就会回复原来嘅状态。第一次收花嘅朋友，记得观看我哋嘅花材处理短片，链接我哋会放咗喺下边嘅 description box。终于咧都踏入咗 Peony 盛放嘅季节啦，当然咧我哋唔能够错过欣赏佢哋嘅时刻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 Cast 嘅作品咧就会用到呢只重返型嘅粉红色嘅 Peony 作为咧我哋今次嘅主角嘅。其他配花咧，我哋就会用到绿色同埋浅一度嘅粉红色咧去衬托我哋嘅 Peony 嘅。我哋为大家准备咗 flower recipe， 入边会列明咗每组花材所需要嘅长度，嚟帮助大家做以下嘅作品。大家处理完花材之后咧，将花樽倒入大半满水，加入一包营养粉，就可以隔日先至剪脚换水清洗花樽。喺夏天嘅话咧，如果花材入边有玫瑰，而你发现个水质唔系太过污浊嘅话咧，建议唔使每日都换水嘅，只需要倒咗三分之二水，重新加入新嘅水同埋营养粉，斜剪花脚就可以噶啦。
咁今次咧，我哋 classic 嘅作品咧就完成噶啦，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嘅款式啦。欢迎将你哋嘅作品分享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， 可以嘅话 mention 埋我哋就更加好啦。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